叫阿哥。把人家消耗，咱准备。我爱去穿泡泡泡，咱准备。把人叫时间，叫叫定数的去叫。上这边干净，也是你讲打电话开始走，开讲。来，首先请后生太后太爷转名，先不挂回门，啊，过来咱这个查某囝注意要迎来，啊，请家长后生先不查某囝，请前位，好男好婿好女迎接。上一人也是在轻轻叫一声，妈妈你有我哪行路不免赶，剩无几步你就要去好命，心酸叫一声，妈妈你看看行，暗不免惊，唔通歪头，加看心，加听。天地遐尼宽，温情你上大，一句多谢，嘛唔捌讲过予你听。送你送到这，目屎痴乎干。望你逍遥自在，咱去无牵挂。远远叫一声，妈妈你好好行，唱一首歌，最后一天，你
后来孙，再来孙女，会向阿妈认真上课，一代一代。来孙阿伯参观，来到外地吼，这个孙阿伯就叫阿婆，叫阿婆认真上课，一代一代。阿姊足尊敬，今日尊敬一个阿姊，念你哦，你我都跪只跪，哦，我都跪只跪，哦。叫阿姨的无？叫阿姨的来，哦，请我老夫人叫阿姨的，请求你，哦。外孙、外孙媳妇、外孙女来请求位。外孙陈彦亨、陈彦豪、陈国龙、陈辉、陈怡，怡是谁？外孙啊。那个外孙帅郭建成敢有来？郭无来哈。啊，那个干阿孙叫阿仔，叫阿仔。是哪一位？啊，这一叫秦伯伯，殷勤嘛，啊，来感谢感谢殷勤，啊，请给门口感谢，啊，请秦伯伯非常感谢啊，请秦伯伯认真。咱有这个亲戚的新闻，啊，无排掉无，还是我无把你叫着，还是咱把你叫位，来咱叫下。压力者，吼、哦、好，啊，甲接待，啊，接待，吼、哦，感谢，啊，七八房，咱几房？两房呢，还是一房？两房吼，两房提两份，啊，啊，咱小弟，叫我小弟提，哦，咱一人提一份，哦，咱小弟。We'll be right back.
只是一道光的你还是不错哎呀首先我们要请新的市议会议员陈启能议员党定的议员点前提作感谢感谢陈启能议员也感谢执行长被邀请刘为民俗服务处刘助理袁同为袁助理代表立委林请之际也邀请立法委员李天以立委服务处主任黄伟生黄主任代表以天立委林请之际也邀请侯正义服务处刘主任黄正昌主任代表林请之际也邀请市议员李典业服务处李副主任黄副主任代表林请之际跟重区立委参选人蔡明堂先生领请之际也邀请孙总区里长联谊会由我们姚总会长率领我们里长同仁领请之际感谢会长李都董林祝福大家都平安吉祥感恩也邀请王卫议员领请之际现在单位请三中玉安乡玉安乡公祭开始主任的由陈登亚先生领衔主祭下面我们请金黄四天请准备感谢感谢我们三中玉安乡感谢各位祝我大家都平安不祥感恩接下来我们邀请金黄四天由习总经理领衔主祭请上前公司同仁领衔礼祭我们邀请四海机构由周作为董事长领衔主祭欢迎我们同仁代表领衔礼祭现在请三重三中地林社企业和三重德林企业德林市企业请准备我知道我知道金刚香感谢我们张董事长亲临致敬感谢感谢我们四海机构接着我们邀请三重德林市企业由江信达董事长领衔主祭三重德林市企业江信达董事长领衔主祭接着请我们金沙商务旅馆由杨志伟先生领衔九位金沙商务旅馆杨志伟先生暨同仁领衔主祭再来咱邀请万达青年优和王春生助理委员领衔闭阵感谢王主委以及咱委员会一同领衔闭阵邀请太阳联盟由陈龙生董事长领衔主祭立法委员候选人李坤臣先生请准备上修先邀请同德地产开发公司由文斌先生领衔主祭先邀请天德会由张金茂先生领衔主祭木栅亲友林武彦先生领衔之祭率同仁代表领衔以祭下面请华瑞广告公司请准备华瑞广告公司由尤正前董事长率领同仁代表领衔主祭而且邱信山德北宫由咱田政会主持由咱副主委各部委员一同领衔闭阵下一档请黑石基业请准备由许家龙先生领衔主祭
下单位请明昌礼业请准备。我请明昌礼业由李启宏先生领衔执行，纪刚企业社请准备。邀请纪刚企业社由陈德林理事。下单位请静心环保有限公司请准备。静心环保有限公司李启明先生领衔执行。台北松山古人堂由堂主朱文杰堂主领衔主祭。下道请我们三重人社群请准备。干杯。也邀请我们三重人社群，由我们三重人花上雅。心心，你能不能？
后生行在后壁边吼，太福啊，太益啊，全灵啊，你行后壁边行咧吼，啊，保证吼，你听书的，听书的吼，你后壁行咧就好吼，我保证对了。叫阿伯。或者是坐一楼啊，赚大钱买餐两盒厝地有无？有啊。来，你先去个。哎，手放咧后壁边，吼。遐吼，来。啊，三斤吼，哎。啊，用嘴夹开。用嘴巴把它咬起来，吼，夹开下都。好，来吧。来，家去就做顺丁，给咱这四舍一楼帮帮大大兴，有无？有啊。来，叫妈妈起身咯。妈，起身咯。来，好来。大家来，大家来。啊，起身啦。也是有这里。这里刚好在书后边，哈，在书后边。啊，咱大家相处合照。啊！咱面向灵柩，大家拜三拜，拜，再拜，三拜，第四个起立，要慢慢起身哦，要慢慢起身哦，来，来，外家请来，外家